今日的主题是台港一个对主题，啊，咱今日的主题主题是和平，啊，咱即个要来聊地基结构，愿咱会当成做和平的家，赢得世界甲人间和平之家。你若听我，就要守我的命令，我也要对地球，就伊要用搁一个保惠师予恁，予伊永远甲恁伴，就是真理的神。世间所未接纳的，因为无看见伊，搁毋捌伊，独独恁捌伊，因为伊甲恁相隔大，搁要惦记恁。请起立。咱要来这样思考信天，我信上帝，全地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阿弥主，伊为圣神化胎，伊在十五玛利亚出世，伊阮救命的道理来受苦，变受的死，埋葬的灵魂，第三日被圣灵降落我。全能永远的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我是你受恩中所得的救赎的百姓。你的上帝听透过耶稣基督救赎，予我有盼望，予我会当常常来孝念你恩典，也会晓得用诚心来感谢你。只是你不能用懊恼的心献伫你的脚前，愿你感觉愿今仔日所有的敬拜。在现今的社会，到处充满司法不公、经济不好、自私自利、无疼心、贪婪的心，欺压济济只的弱势。尤其是伫世界到处到处拢发生啊，真恐怖的事件。无论伫法国、伫美国、伫叙利亚、伫巴勒斯坦，或者是伫爱沙斯只的等等，现在一切的真理。甲和平的心思是对伊遐来的，愿恳求你伫阮万百姓的心内，念着真心的疼甲和平过，互阮全人类倒转到伊上帝面前，重新搁来起造迄个疼、和平、公义甲人民，互和平的灵魂来临，点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。即个阮也为着啊，伫肉体、心灵上破病兄弟，以及啊有。之前爸爸伊十一月到安溪出来，以及廖丽琪的爸爸麦雄兄，伫十二月初一往出门调，来祈求上帝贵人来扶持安溪，甲伊三个弟弟，因伫伊一切的病痛甲苦痛，无因的心神肉体拢得着减轻的一个艰苦，同时也感谢主你有应允，讲，互伊呐对我会当大的。通来接近你，你就要予因得安息。求你丰盛的恩典补满阮的需要甲欠缺。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阿门。
地位。第一文第五十七篇，啊，希望第十五章。那我来替会众来念。我是真葡萄树，我也是真葡萄树。第二，我阁无结果子的枝，有结果子的枝，伊就甲伊修剪。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予恁清气啦。伊无念伫葡萄树，家己袂结果子。我是葡萄树，甲我结连，我嘛甲伊结连，会结真侪果子。人若无甲我结连，会亲像打起机，互人结出外面。恁若甲我结连，我的话伫恁内面。恁若结真侪果子，真正做我的门徒。即只咱来享受上帝话，啊，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，新约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一二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。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，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，有一个囝生出咱，伊要负担国籍，伊的名称做奇妙牧师、全能上帝，永远伫地会被和平的灵魂，伊的国籍甲平安要跟天父共存，就是伫台北保住甲伊的国。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，保护伊，对大到永远。万军的摇花，伊的心要静下这个事。在龙要甲米花三角大，白甲山羊影三角倒地，牛仔甲细只狮甲肥的精神，细细汉的囡仔要牵引，牛甲羊。要三角食，恁的囝要三角倒的，狮要食草，亲像牛。食你的囡仔，要佚佗伫毒蛇的坑口。当恁的囡仔要下手伫毒蛇的穴，伫我的圣，伫我的圣山的遍地，的确无损伤无妨碍，因为因捌了我的栽培，要充满热情。亲像水淹没伫海洋，再来看福音书六章三十三节，将遮个甲恁讲，我已经将遮个甲恁讲，予恁惦伫我有平安，伫世间恁有苦难，多多恁当放心，我已经打赢世间。迄日就是七日的头一日，已经到。学生因为惊犹太人，就伫因所住的所在关门。耶稣到，徛伫中间，甲因讲：“愿恁平安。”已经讲这话，就用手、用手甲协的互因看。学生看见主就欢喜。耶稣佫甲因讲：“愿。”恁平安，我找恁亲像爸找我。以上，感谢上帝赐福，听咱有话人，也愿意更加无了归依的性命。即个咱要来啊，即读经部，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十章三十三节，咱同齐来读。我已经将遮个讲过。平安，世界平安，我多平安，我
今仔要来请阿伟师班，伊要来好，今仔日要甲咱所带领的是歌唱手，好，他的手是讲要听天师讲，唱手，伊就会做来请。